Good morning.有点曝光，反光，就这样吧。Good morning， 今天是一个搬家 vlog。IKEA vlog。对啊 ，IKEA 搬家 vlog。我们先吃个早餐。嗯。我都还没尝一口，你那么饿了吗？我今天是来帮助丽丽搬家的，需要组装两个宜家衣柜。我这个好朋友来免费打工的，平时在自己家啥都不干，来到闺蜜家不是刷碗就是搬砖。朱丽丽，你礼貌吗？你阿爸不？嗯。吗？A few moments later.我觉得我现在都能闭眼组装这个衣柜了，总共重做了四次，把说明书从头到尾都能念出来了，呵呵。一开始花了好多时间找螺丝，来装修的大叔突然决定把所有的箱子给拆了，我们也无语了，都找不到东西。不过最后熟悉了，你们看你们看，我们棒不棒？前方高能，这里我悠悠又把自己的指头给敲了，呜呜。现在是下午5点，现在才吃饭。饿死了。
叮叮叮。来自火锅啦。不要，que no se enfoca, espera, eh. La primera en casarse en nuestro grupo. ¡Qué guay! 我们比他兴奋多。假呗。你要弄圆的。呀，你这啥形状？拉的我。包子们，天气冷了，就特别适合跟朋友边八卦边吃火锅，撅撅子。